我好自闭啊，同志们，我太自闭了。送的皇冠，李英路单车上，你看看，你看看他，秋山夜一宵，情真一真最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留随风上晴雨的风光，想和你不知悲喜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好瘦啊，天哪，你是我偶然听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而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六月风走街穿巷，六月荒漠上盛放，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无人把我照亮，还有30秒钟。风轻扬，夏未央，林荫路单车上，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旧城人一笑，情真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没了。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关上，关情节都跌宕，我们不散场。哎，这不沈月吗？哦哦，这是流星花园啊。退出游戏。好贵哦，啊，这么贵，好离谱啊，啊，什么扫码，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完成海洋动物听力叫声听力测试，哎，烦人，你这广告打的啥也不是。我们这看MV吧怎么样？好搞笑啊！哎，这个男生怎么回事？发人一股傻劲儿呢。我们开始重复播放《流星花园》的这个歌曲了。
哪首歌？太迷茫了，我现在。哎，你刚那个歌曲，马上又要轮到了，准备好。切，他不按常理出牌，你看。怎么还有空耳啊，好牛。这首歌我已经听了八遍了，我感觉。那空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没写，谁注意看了？还没来得及看就过去了。我都记住一个大蘑菇。你说金志文这唱歌还怪费脸的。谢谢想追加大力送大饼。你们是不是看到我了？啊！哇哇哇！胜利在望，同志们，已经六点了，同志们再坚持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吃早餐，我就可以带你们见识一下这个鬼地方的早餐。要不然咱再来一点吧。
这些可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付出啊，同志们，给我记住了啊，这都是为了你们。谢谢老母小香草小绿送的圣诞树。哎哎，这首歌看到了吗？谢谢彻儿699送的大骂凝视。我们点个什么歌呢？点个不要太高的吧，因为我早上起来，虽然我也没睡，但是它也叫早上起来，知道吗？天哪，这歌好高，我为什么要点这首歌？网络神曲。有时候牵着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小明哥，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小明哥这个脸长得还是很有电影感的，很适合演点什么。我觉得他好适合演民国角色，民国那种就是穿军装的那种感觉，你们懂不懂？但是他不是说嘛，他演两个就是特别好的角色，就要奖励给自己一个霸道总裁。为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人气飙升。怎么田馥甄的歌这么多人点吗？没有马赛克的歌，我刚没搜到。看最新的有什么啊？学猫叫都是最新歌曲了，你说这个有多落后吧？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动自由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
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判处众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切掉了。光年之外，我搜搜看啊。邓紫棋，歌星顶歌，邓紫棋。哎，什么来着？生活。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可可，我开的车多少个年头，反复不足够写一道错爱的春秋。如果一有你的爱为你以后，现在只能在梦。邓紫棋有首歌叫塞纳河，但是我不会唱。互相折磨到白头，人生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谁能比我将就？切歌，好低啊！这个不 emo 了。很甜，这首歌。有个简单的问题，哎，怎么会这样子？重新开始了，烦，浪费我几好几十秒。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从我初恋那天起，现实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这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研究过许多实验，爱哭是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说永远多长，永远长，永远恨。太高了吧，滚啊，走了，切歌。啊，这又是一个 emo 歌，同志们 emo 了。我刚才想点谁歌？郭采洁，对，郭采洁，郭采洁。被欺骗算什么？早已习惯难过，眼神空，眼眶红，但记得别过执着。寂静无声的我，还能够说什么？眼神憔悴，脆弱，用烟熏妆来概括。玫瑰都在淌血，它沾污了白雪。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你等着我解释为何微笑中带泪，卸了妆就忘了我是谁。我用尽了力气想要留住你，你却没回应，你的坚决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你说你从不信，从来不在意，假装的生气，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女生的哭泣怕是常被误会的心机，对不起，其实你对我不熟悉。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杰哥，人不能 emo 太久。哎，我好像不会唱这首歌，对不起。收听来我发端的之前，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边无奈。这是什么节奏啊？命运却要我们未能终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护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你我能疯狂到山盟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一双围在我胸口的臂弯，足够抵挡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就帮我让我们爱无消去闪烁颠簸，绝不忘我。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未能终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
下梦还一笑，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没有你也在疯狂，对不起，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不会了，真不会，这首歌不熟悉。我要坚持到七点钟去吃早饭，去吃完早饭早饭马上打的回去睡觉。哦，不行，我得去修手机，我手机有问题，知道吧？我手机锁屏键老是按不动，按十遍。本来是缱绻，怎么沦落成无言？谁关了窗？你的手心贴着你内心，不再重叠，情歌比情人还有我的眼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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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当烟火往上听不见，你的爱是像火花的落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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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当烟火往下坠，爱熄灭，梦熄灭，剩回忆不肯安一点。伤情怀念，国语版。派对嗨炸。特务 J， 爱的子弹歌，饿狼传说。切歌，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把你留在昨天做纪念。哎呀妈呀！盛夏好声音，同志们，盛夏好声音，来一个吧。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把小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这什么歌？特务 J， 哦，特务 J。我感觉爱唱这种歌的都是 gay， 真的，你不觉得吗？
天哪，这个前奏一起来就来劲儿了，是不是？我眼前都有那种爵士 gay 了，你知道吗？划过漫长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消失在那河边，夜流星勾引月圆，梦缠绵，我跳过生无缘，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梦想开眼，是谁像一只蟹，鲜艳的刺是我的识别，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完美特务 J 冰冻全场交叠，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特务 J 戏份拿捏最会，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切歌，感觉自己太 gay 了，我已经开始抚摸自己的头发了，我已经开始有那种享受的感觉了，你知道吗？把爱的主打歌，这也是吧。好嗨哦。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哎，卡不准节奏，切歌。你是我的主打歌，咱再找一个，咱再找一个。啊呜！看日韩热榜有什么啊？花泽香菜，这岂不是很适合我？嗯嗯嗯，晚灯悠悠映人间，交织着火花。哎，我小时候超爱看这个 MV， 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每天一天看十遍这个 MV，《饿狼传说》，我的童年。平平激动，爱令我冇明天。可能是因为这个女人会变脸吧，我觉得这个场景整个很混乱，我看不明白，好刺激，哇哇哇，好刺激。哇，居然白优美的 DRG。居然还有威风堂堂，救我了个大命啊！你们回去自己找这个 MV 看好吗？嗨起来了。夏天在眉间释放出热烈的闪电，
洁白的沙粒间让肤色更鲜艳，青春真新鲜。再美的语言也需要金色的铺垫，此刻说的永远更接近了永远。无尽的晴空，纯净的相爱的初衷，海浪的翻涌提醒我早已经心动，或许应该趁现在完成蝴蝶的破蛹，在这下雨天空下心甘愿一跑，全世界准备好啊。太高了吧，要死了，没必要吧。我说合理的歌一定要这样吗？这合理吗？听到声送此歌，爱的过去终于成熟，为等候这一幕，我们曾在黑暗中轻舞。停住，害我唱三天三夜都没有这么费劲。三天三夜，三更半夜，确实是三更半夜，现在也不算了吧，清晨。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哎，怎么感觉 key 不对？心情情绪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 OK OK，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滚，你也滚，你俩一起滚，还是这种适合我。当然啦，我唱的好吧？拍到我的脚脚了。好适合我。等一下，他万一没有。还行。誰もか什么忘记了？何かをさ、いる。什么东西？滚！
豪特好，罗马音我也不会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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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游戏结束了，这是游戏吗？滚你的，连点优惠活动都不给我，刚可是花了80块钱。这比 KTV 还贵呢。这叫爱存在，爱存在，刚才那小孩，刚谁问我那小孩爱存在啊，这首歌我在喝水呢。怎么又是他？我听到了，好的，我听到了。存在，要不是你，我也不想像山下的。妈呀，我该去干什么呀？我应该把他们全部都搞醒，你们知道吗？我们昨天一局那个剧本啥都没玩，每个人只要一开始读本子就困了，但是一放下本子说不玩了，他每个人都好精神。这是一种什么病啊？谁也不想睡。哇，我这个发型好帅啊。他们打算9点起，现在才7点多，童子们。走吧，我带你们走了。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白。
山中唱。我们走了啊，好吵，哎呦我的妈，还有个小台阶没看着。把我的小饮料拿着，摆上了，看到吗？吃点金桔儿，这个请问葡萄，来个葡萄吧，拍球，来个炒米，炒米来个红红的吧，红红的炒米。教一下，我操，我学不会了。哎呀妈了，我操！小哥在洗苹果。是7点开始吃饭吗？啊，对，7点准时开始。好嘞，谢谢您。你要什么水果的话，可以发邮件。好好，谢谢。我想撒尿，憋着吧。啊！天哪，不给我做座位了，我没地方坐了，同学们，没地方坐了。那我还能去哪里呢？无路可退。在这儿吧，就在这儿吧。啊，好冷啊，这里！你看天都快亮了。天哪，造什么孽呀？我每天过什么日子是？救了个大命啊！找人帮我拿手机，没有人可以帮我拿手机，只能让你们帮我看着。然后到时候谁偷我的手机，你们就记住他的脸，知道吧？抓个现行，咱就是说，这个人要是从后面，要是从前面偷，咱就看不到他的脸了。缺个大草迷，小草迷。没走，我在吃草莓呢。啊，吃草莓，吃完再说的吧。我觉得还不错了啦，其实我能憋着，憋1个小时。可是我上公演的时候经常憋着，上公演没空上厕所。我的意思是，我已经锻炼出来了这个技能。要换衣服吧，
吃的。哇，谢谢丽娜送的玉碗饭店。这个草莓挺干净的，就是没有那种灰呀泥巴子什么的。我不仅认床，我还认厕所，你们知道吧？所以我出来，我在外面特别不快乐。我只能尽量减少我去厕所的频率。不快乐。吃一颗大葡萄。我也是，我对外面厕所有抵触情绪。我心里面一旦有那个抵触情绪之后，我上厕所上不舒坦。葡萄超级甜，非常甜。把这里面倒上那个旺仔牛奶，抠不开，我没指甲，抠不动了，这怎么办？我怕撒我身上，但是为了要给你们看，啊，你们现在也还是没有看到呢，哈哈哈哈。我现在做这个奶茶是奶比茶多一点点。把拧上盖儿摇晃一下。谁大早上起来吃早餐？除了我，我那会儿就把花花也弄回去。可别了，可别了，可别了，不好喝，别做。不好喝，怎么说呢？这个茶味儿也没茶味儿了，这个奶味儿它就变稀了，你们懂不懂？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两个 top， 他们一起炒 CP， 结果炒出了一个拉垮的局势。有点冷，这个地方有点冷。我就喊他们起床也太不是人了吧，人睡得好好的。
这可以待到随便几点都行，但我待不住了，一点都不快乐。我脸怎么那么红？我来看啊。不红了吧？还是别加了，这是没有滤镜的。灯光问题，我脸颊还有一个花花，红是红色的，它可能折射了光在我的脸上。谢谢陆莎莎写的增加数。大家陆续起床了呀，天哪，我通过这个直播就可以观察到我的粉丝们大家都什么样的作息，谁大概几点起。我天哪，居然在六点多早上的这个时间直播里居然有接近2000个人，说实话我感觉我早餐都吃不下了。这里直播，你们看，帮我看着手机，好吗？我去上个厕所。加油！
上个厕所走了2里地，这要是哪个小孩憋不住都得拉一裤兜子。早饭找个洞睡觉去，也不知道吵不吵，肯定吵，烦死了。刚路过的时候还看到有人在打牌，肯定吵，吵死了。我自己回去睡，我先回去的话，你知道吗？我以为我没床单子了，我买了一个床单子，洗完了，晾干了。结果我发现我是没被罩子了，就我现在没被罩子，然后我刚下了单，就是到了之后呢可能得两天，完了之后我还得洗然后再晾，可能又得两天。就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套上被罩子，但是
没有套被罩的，我就感觉我睡得不舒坦，就是我现在回去，我感觉主要是我感觉我现在我没有办法打起精神来再洗一次澡的精神，我是没有了。但是如果不洗澡，让我直接回去睡我就是刚铺完床单的那个被窝，我觉得我很脏，我不配，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就这个洗浴中心，我就玩了一晚上了，已经，我觉得我很脏。但是你让我再洗一个澡，我确实没有那个劲儿了，你们懂不懂？睡不好呀，我这么挑剔睡眠地方的人，我睡沙发我就能睡好觉了。谢谢王志芳送的圣诞树。等会儿看看吧，找个洞先。也或许是我倒霉呢，倒霉摊上那两个女的，扇子都挤挤，估计也不行。你在天桥底下都能睡着，我在车上也能睡着呢。但是就是睡着是睡着，但是就是不是睡眠的感觉，你们懂不懂？谢嘎不都是送的山叔，就是这样子的睡觉。如果我是不是在那种特别舒服的地方，我也能睡着。但是睡了我会感觉就是眯了一会儿，没办法让我再从心理上感觉我睡了觉。所以我就是，我如果睡不好觉，就是对我的创伤会很大，是因为我觉得睡觉这个东西非常的挑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必须要我特别舒服，在我自己的被窝里干干净净的睡觉，而且睡前最好我就是一身轻松，这厕所也得挑选，你们懂不懂？反正我很龟毛，我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谢谢小可乐送的圣诞树。很挑剔，非常挑剔，我很挑剔，挑剔又龟毛。不洗澡就不可以进被窝。你们就当我是今天起的比较早，带你们去吃个早饭。谢谢嘎布东西送的红环，带你们去吃个早饭就好了，好吗？好的。我就是来受罪来了，我今天我发现了，我是。你说我要是做那种工作，就是什么酒店试睡员。然后每天睡的那个酒店都不是我熟悉的地方，这辈子也别睡觉了，我就。你们知道吗？我就算现在回家，回我自己家，我都要适应两天，才能睡好。就是我必须，就这个地方太久我没睡了，我就不会熟悉了。可羡慕人家这样的，我要是上谁床上都能睡一觉就好了。
我不行，我就觉得难受不舒服，就不是我的地方。可以干饭了是吗？啊，可以了，过夜了就。嗯。没事，不认识人，好点就算了。哎，这个，给你们看看餐吧。哇，不错嘛。咖喱炒饭，来一点。这是花菜肉片，感觉不错吗？哇，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好喜欢。什么南瓜山药，来一点点吧，尝一尝，尝个味儿。一片一片，辣椒炒蛋看起来很不错吗？这个好吃，可以。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豆子，你们喜不喜欢吃豆角什么的，芸豆什么的，我都特别爱吃，非常爱吃，非常 very。多来点。有机胡萝卜丝肉丝，肉丝在哪？只看到了胡萝卜，来点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对身体好。哇，我超爱吃这种菜，这种豉油的这种有盐味的小青菜特别爱吃，掏点底下带汤呢。哇，你看就都拿一点一点的，这都打了这么多了。天哪，两盘子我可吃不完。来一个小虾，来一个小肠，这个吧。哇，薯饼，好多，吃不完。这一块行吗？这是什么酱？来一点吧。梅干菜饼，昨天还在想吃这个，因为我们玩那个剧本杀叫什么金火锅，金火锅什么玩意儿我给忘了。完了之后呢，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找谁使用了西式做法做了饭，然后他里面的菜式有牛肉面，然后有这个梅干菜饼，给我听得好饿好饿。黄花菜，天哪，八年没吃过了，来一颗吧。胡萝卜海蜇丝，秋葵核桃仁，来一颗。要我们吗？你要的是辣酱。茴香，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茴香，来一颗。不知道该吃什么了，好烦，吃不完，根本就吃不完，就在这吃吧，不往那边走。啊，先放这儿，把我那个盘端过去。
鸡丝麻，鸡丝麻。嗯，是饭也不爱吃。哦，小烧麦，小烧麦，小笼包。嗯，能不能只加一个啊？可以，应该是可以。辣酱面。辣酱面。嗯。汤，我的汤它流出来了，救命啊！先吃完这些，再看看还有没有肚子吧。嗯，不想坐在这里，其实，但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因为这个地方感觉是顶光，估计会很丑。嗯，还有没有别的座位可以坐？我坐那边去吧，那边有座位。坐到中间小座位上，这样可以把大座位留给别人。哇，还有这些呀，嗯，真不错。牛肉，这牛肉看起来很不错。哦，沙拉 ，Oh my god， 沙拉，算了，我先吃吃看吧，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在这头吧，这头。没有豆浆，好亮啊！天哪，开始亮了，就随便吃点不够。像我们这种人，就每天早上只是这样随便吃点，知道吧？吃一点这种，叫什么糟糠。半核桃仁，茴香蘑菇，突然好想吃茴香馅的饺子。鸡蛋，好好吃鸡蛋，南瓜，南瓜炒山药，吃个胡萝卜。好吃，胡萝卜好吃，有点辣辣的。菜花
豆角。豆角好吃。吃这个甜豆，豌豆。这就是豌豆，对吧？喜欢吃豌豆，比起毛豆，我更喜欢吃豌豆。我没有马上吃，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包的那个皮儿有点硬硬的，不好吃。我觉得小笼包一般，不太好。吃这个烧麦。给爸妈。但是感觉很压。很压肚子，吃这个牛肉，牛肉好吃。培根，蘸点这个酱，这什么酱不知道？蜂蜜芥末酱吗？我猜，可能不是吧。柠檬味道的，芝士烤肠，烤肠好吃。我很爱吃这种半成品，就是什么烤肠啊、肠啊、鱼豆腐啊，然后那些什么涮火锅的那种丸滑类的东西，就别人说很多添加剂的那种东西，我就爱吃。哎，这烤肠好好吃。
早餐的人挺多的，我感觉大家应该都没睡觉。估计都打牌呀、玩呀，完了之后就来吃早饭了。我记得我吃黄花菜都开花的。炒饭不好吃。我也觉得面应该挺好吃，但我吃不下了，好想问别人借一口。不想吃了，这个不好吃了，吃多了就不好吃了，有点油油的感觉。有点太甜了，甜的大于盐味了，就不好吃了。来着，那个肠，还有什么？我再去拿一个肠。
对不起他，我把油醋汁当成酱油浇在它上面了，太醋了，同志们，太醋了，对不起，算了，这个是伊比利亚火腿。我在看它更像火腿还是更像牛肉，吃一个牛肉，确实很像金华火腿哈。看出来吧，这是刚才那个肠，芝士肠，它还是好吃的。说我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在发愣吧，好撑啊，我摸一下肚子。我胃口还小，我吃了两盘子东西呢。
且我在那之前还吃了一盘车厘子，一盘草莓，还吃了葡萄呢。我带你们去睡觉吧。咱走了，看人家面好好吃啊！我昨天晚上在这点了一碗那个酸辣粉呢，酸辣粉确实好吃，不过没有我印象当中的那么好吃了。我以前记得他们家酸辣粉超级好，超级好吃，就是我要吃，我要吃，我每次都要吃的那种。结果现在感觉就是一般了，可能也不知道是我成长了还是他变了。柠檬水，姜丝可乐，没有骗子，哼，买一瓶，花奶奶不行，来一瓶饮料溜溜缝吧。咖啡不宜喝吧，这会儿喝了睡不着了。苏打水得了，还是苏打水吧，把这个还掉。我一路上一个人，睡觉的人，咱不细拍人家，随便带一下。看你去哪里睡啊？上面是游戏区。比的是哪个呢？比的是刚不知道。这个洞怎么样？这个洞不错吧？但是什么都没有啊。小毯子也没得，来一个小毯子。难道到了这边就卡了？那边还都在睡觉呢，感觉没空。那我那边走走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地方呢？我觉得也有些人应该起来吃饭了吧。看这个好像是空着的。这个洞里边没有豆袋呀，
是，这不是搞笑电影吗？怎么变成惊魂夜了？火云邪神，看看火云邪神吧，要不然降龙十八掌。巴拉小魔仙，赵月在里面。再看这个吧，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丑。我丑烦死了，根本睡不着觉，睡个嘚儿啊。笔仙怪谈，看笔仙吧。啊，国产的笔仙，算了吧。我都没看到一个能看的。都什么玩意儿？川岛芳子吧，看这个吧。这么长时间还要看乐嘉在这里搞诈骗，唉，十年过去了，他还在搞诈骗。
都带进来。我现在就是在睡觉。
PPO。